这考上大学不得好好谢谢同桌。网友称初中上课偷看小说看哭了，不小心抬头抹着眼泪和老师对视。老师问网友同桌怎么了，同桌说因为你上课不叫他回答问题，他很伤心，经常偷偷抹眼泪。从此每节课老师都让我回答问题。笑。